喂，各位大細小台友早晨，現在是上午的6:30，是27號九月，之前講得外面的嘢多了，那些八卦新聞啊，古靈精怪啊，咁啊有人問我呢，就話喂，點解會中國共產黨都可以俾佢諾貝爾和平獎嘅？呢個世界咩事都發生得到，等於我哋攞對筷子都賣翻成10,000嘅，食完飯攞對筷子咁啊，唔係話為我呢對筷子拎嚟拍賣咧，係要嚟籌款用，冇講呢啲嘢嘅，只係講話我而家用過用呢對筷子食完飯，有冇人有興趣買？咁有人俾10,000買。世界咩事都會發生，因為呢個社會咧，全部講利益，喺世俗人講利害得失，包括歐洲好，嗰啲鬼佬好，美國佬好，俄羅斯好，烏克蘭好，中國好，全喺個世俗嚟講咧，都係名與利，除咗之後乜都冇得爭。是爭名同利啫嘛，咁你有權力，個名咧就要有權力先有名啦。你冇權力冇地位，何來有名呢？係咪？所以都係名與利兩個字搞曬。你睇翻個世情咧，就有一個海洋，兩隻船，一隻名，一隻船就利，來來往往都係搞呢兩樣嘢，除咗冇嘢好搞。你有利才可以搞酒色財氣，你沒有條件學什麼人搞色財酒色財氣，酒色財氣的基礎都要有利益，即是你要有基礎的利益在手，資源在手，你才有資格搞酒色財氣。吃餐好一點的飯，兩個人都幾千元的，你搞什麼？搞條毛啊？打份工那些，對不對？我哋要好現實對付個世界嘅，唔可以搞啲虛無縹緲啊、理想啊、講咩邏輯理論啊、乜砌喊啊，冇用。你問佢哋，我哋攞對筷子賣成皮嘢，嗰啲咩叫屬於咩邏輯？乜嘥差氣，我話俾你聽。世界有邏輯嘅咩？你坐喺車仔度，車咗你走，佢收兩皮嘢啦。你同佢講邏輯，咁你個邏輯又擺道德倫理乜乜嘢嘢擺到嘅元素去平衡噶嘛？邊有平衡噶？總之我接咗人上車，車咗你去，我收兩皮嘢，你死人冧樓都唔理你啊！你講乜都冇用，喊話冇用。等於你對住嗰啲咁嘅獨裁政府，你講乜嘢理論咩理想乜嘢道德喊話冇用。全部收到，是講利益。如果你不接受這些觀點的話，那你自己辛苦，沒人關人差事，是吧？這個是事實。我希望我們那個台那些有那些五毛進來聽的，不適合你立刻不好聽，跟著你去教堂聽耶穌。我成日叫啲人貼上架，叫嗰啲盲毛咧，你聽耶穌啊，啱啊！去教堂聽耶穌啊，啱你哋聽。你冇聽我節目，我哋啲全部講效果嘅，係走偏鋒嘅。我哋喺個社會，個社會邊度有人同你講話正正當當交易嘅？如果正正當當嘅，就冇咁多問題啦。邊度正當啊？係嘛？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啊嘛！你面對個世界，你整套你自己嘅標準去叫個世界陪你玩，我哋死得啦！你要同佢搶先噶，即係捉棋咁，有動足先機嘅能力。所以點解要叫啲台友啊，我啲學生咧要練功，唔係淨係練個體能啊，要練你個心靈嘅力量啊，點樣立機啊，點有個觀察力啊，個視野啊！
但最難呢，你睇到人哋有笪瘌呢，你嘅觀察力咁強，睇到人哋有笪瘌呢係唔出聲嘅，呢個更加進一步功夫啦。因為呢你練到功呢，有功夫嗰時候全部睇到世界樣樣醜陋呢，你係走火入魔嘅，俾你聽。你改變唔到個世界，你睇到我點啫？你改變到個世界咩？改變唔到嘛。咁你咪自己苦恼咯，烦恼咯，烦恼咁你个思想咪走偏锋咯，愤世疾俗咯，咁你咪走火入魔咯，冇人同情你噶。呢个比较好深奥嘅学问嚟，喺世俗嘅学问唔够用嘅，所以咩哲学咩科学冚唪唥唔够用，可以话俾你听。不是我們本事，我們所說的觀點全部在釋迦牟尼佛祖留下的學問來的，在今時今日世界沒有人超越過他。如果說對那個生命的了解和人性的演繹，沒有人夠佛祖厲害，通透了，所以他可以成佛。他一種無分別智而已，已經可以破世間所有的相，無分別智，即是無對世間任何世情現到的現象呢，你沒有分別，可以用到沒有分別的智慧去看，沒有比較啊得失去看，就可以破到世間所有存在的那些陰暗面。你破了之後呢，然後想到個方法呢去化解佢，所以我哋佛門咧冇捉鬼嘅，冇捉鬼嘅，冇話又冇話殺啲鬼嘅，冇嘅。佢係存在生命一種嚟噶嘛，只可以化解嘅啫。道教啊、耶穌教嗰啲有嘅，啊驅魔啊，攞五雷掌啊，攞嗰啲降魔劍啊。打走啲鬼啊，捉佢啊，嚇！但 Buddha 嘅學問冇嘅，全部化解嘅。呢個又更加另一層嘅學問啦。好，今日從粹講翻香港未來，呢個都幾重要啦。我自己都係五代香港人，啊，當然啦，我哋自己本身有少少條件啦，係唔關我哋事啦，係嘛？但五代香港睇到個香港嘅成就，即係有啲唔抵咯，係人禍嚟噶嘛，真係人禍嚟噶。香港個經濟好大禍嘅，兩個人啫，三個人搞玩，曾蔭權想力挽狂瀾，玩唔到。如果佢通過咗嗰個政改嘅，咁咪香港未必有今日咁嘅局面，啊！叫你袋住先咁啊，唔袋咁啊，俾啲咁嘅古惑仔，啲咁嘅流民政棍，係嘛？啲斯文敗類，啲藏棍咁咪香港啊散咗，一隻手掌打唔響噶嘛，佢都唔得知己知彼，何人搞政治？咁你其他嗰啲董建華啊、梁振英啊、林鄭嗰啲啊，都不堪一提啦，啊，全部為個人嘅名譽得嗰、那個名誉得失，佢就去搞擦鞋、搞埋堆，明知中央政府嗰啲對口單位啲方針啊、思維錯咗，佢都冇提示，冇去據理力爭，唔知道保持香港的地位的重要性嘛，啊，望自己升官發財，咁咪撲咗街。呢個係人性嚟嘅。好啊，但係而家你話香港去到咁啦，點樣再起飛呢？香港有條件嘅，因為喺個歷史上咧，中國撲街咧，香港好嘅。咁而家中國撲街啦，啲經濟，香港應該好喎。嗰啲外資個個唔翻去投資，
歐美嗰啲又設廠又設成，又禁止你買 part 買零件。咁你香港借呢個機會，咁咪點樣去再發展咯？佢唔敢去中國設廠啫，但香港仲用普通法啊嘛，咁咪即刻擴大個邊境啊，沙頭角啊、文錦道啊嗰啲邊境，即刻就開曬嗰臨時工廠，嚟我斯巴入境。咁你好多廠家嚟翻香港啦嘛，已經入邊啲唔掂啦嘛。你嗰個搞得好啊，啲台灣佬走翻嚟你香港度設廠，佢話俾你聽。咁慢慢慢慢咧，好快咧，你就可以再上一層樓，又令到中國知道咧呢個自由世界咧，你要玩呢個遊戲咧，佢而家會醒嘅。咁啊，佢入邊中國再點樣運作，再吸引外資係佢嘅事。但香港有個先決條件嘛，就你而家你翻去國內啲人工平，唔會平過香港好多噶。佢嗰啲古靈精怪，收費貴，打税又貴。你賺完錢計曬數，納曬税，到你將你賺嘅錢匯出嚟咧，都困難重重。如果俾你匯嘅話咧，都要收你十個手續費啊嘛，點做啊？嗱，呢啲就係佢就係製造咗機會俾香港人。咁你香港嘅特首有冇呢種常識？你財政司有冇呢種乜軟件咧？板板聲開檔啦！我哋好早講過噶，你就係香港喺個邊界度做曬嗰青少年嘅中檔嘅日用品，你唔好做平嘢，你唔夠大陸頂嘅，揾啲名牌公司合作。做曬啲精美嘅青少年日用品、衣食住行嘅用品，包括奶粉在內。中國咁大個市場嘛，所以點解話香港仲有條件呢？如果新加坡學新加坡，香港就唔掂啦。新加坡玩嗰套嘢，另外一套嚟嘅，佢係玩曬好多地下嘅運作，唔公開講嘅，真噶。喺邊度你有大羅大鼓㗎？喂，你哋嚟我度玩啦！有好多地下運作活動啊，人哋唔講㗎嘛，又唔會走去認屎認屁㗎嘛。人哋玩嗰鐵包金遊戲㗎，大佬。你喺亞洲幾多啲落國家，像泰國啊，你都好多好有錢㗎。你外邊人哋唔知㗎，人哋唔講㗎，成條街都自己收租。你都學你啲咁嘅大陸佬啊，啲咁嘅低端人口嗰啲咁嘅作風啊，叻唔切，啱唔啱先？真係叻唔切啊！好似我哋咁樣一個普通人，咩淨係我啲收藏品啊，都未計掂數啦。嗰啲字畫啊，嗰啲古董啊，唔好話講有幾多錢身家，除咗收藏品啊，都計唔掂數啊！你揾間倉嚟擺，我未得閒計數。你邊會嘈喧巴閉啫？係早幾年咁啊，置地提供咗場所俾我4000多尺嘅喺中環，咁拎出去擺個 show， 咁啊要拎啲嘢出去擺下啫嘛。我哋自細就學咗鐵包金文化，邊喺度嘈喧巴閉啫？係嘛？咁喺香港咧係有機會嘅，但呢只咁嘅財政司就死得㗎，你俾佢做，佢何來有視野啫？租層樓間劏房嘅人有咩底氣先？都未見過大蛇屙屎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啲仔女仔去讀書名，嗰啲咁嘅國際話幫人打官司，啊懶叉叻咁嘅咁嘅陳茂波嗰啲咁嘅茂利波，你只要佢香港會起飛，蝕咗過千億啦已經，香港儲備俾佢今年，啱啱公布新聞啦，香港出口萎縮咗啦。10%-20%，佢公布啊，其實唔止噶。嗰家你仲唔盡快即刻就去整啲臨時工廠喺個邊境，砰砰聲做。咁你特區政府就隻眼開隻眼閉啊，俾人走水下。真係噶，你開放咗皇崗嗰邊，咪等佢走水下。有人生存都可以揾到個空間揾錢噶嘛，好多嘢要做噶。一定可以
香港冇問題嘅。咁你中國有佢嘅命運啦，啱唔啱啊？咁你帶動翻個國內嘅經濟嘛，亦都俾中國政府知道香港嘅重要性。好啦，而家唯一唔掂咧，我哋剛才所講嘅方法咧係可行性嘅，即刻就做得噶啦。咁你新界咁多嗰啲咁嘅丟空嘅學校、荒廢學校，即刻就改裝咗去做我啲輕工廠、輕工，等佢哋自己自由發揮，可以改裝嗰度。好似話新田嗰啲唔知乜嘢整啲咩區咩區，咁樣又係丟空曬嘅，又可以運作嘅，全部利用個 CBA 就同嗰啲歐洲啊嗰啲咁嘅名牌公司合作，做啲成品，即刻就發揮曬成個 CBA 嘅力量。咁啊，個個人都多咗工作。即係起碼企得定腳，然後再講發展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喺度搞啲話乜咩創新科技啊咩成，搞得嚟都蚊瞓啦。研究一樣新產品啊，十年八年都未必得啊。人家長期投資噶，大佬擺親都幾百億噶，瞓醒覺話冇咗噶。你香港邊度都未玩過一套遊戲？嗰啲國家行為嚟噶嘛？你而家你啲中國國家行為都做唔到嘛？人哋唔泄漏嗰啲知識產權俾你嘛？所以我哋只能夠做嗰啲民生嘅產品，香港要嚟揾食嘅，頂住個大局。咁你創新科技咪喺度吹水搞下咯？明知唔得你都可以搞噶，一有班人靠嗰啲嘢揾食噶嘛。好簡單，你睇理工大學知啦，搞幾個咁嘅公仔又咩咩嘢機械人，古靈精怪又唔間憂，樣又曳，古靈乜嘢都落後過人，拎出嚟吹一輪水，下萬搞笑。你咁撚叻，搞套嗰啲咁嘅迪士尼嗰啲科幻片俾我睇下，那個動畫搞條毛。你抄完人之後就打份工嘅啫嘛，我哋香港有一兩個都係。不是你的嘛，那個原始 的技能的本錢不是你的。你學了人少少嘢，人請你回去打份工啫。其他很多階層的嘢都幾時輪到你，又在那裡吹一涼水，以為自己很差叻，叻條毛咩？人哋行先咗又行先咗嘅，可以話俾你聽，不停進步嘅。你係只可以跟尾嚟噶，咁你話喂哇，咁你好似踩到我哋，仲係踩你噶啦！你係冇料就冇料咁啦，咬咩啫？你又冇本錢，又冇料，又冇人才，你再回歸咗俾中國，鉛製你個教育思想，鉛製你嗰個空間，個思維空間，咁你何來有創新嘅本錢啊？係咪？你一攞多啲外國嘅資訊翻嚟，睇多兩本書都係你勾結外國勢力，咁仲唔撲街啊？點樣創新啊？創條毛啊？係嘛？所以你咪要喺呢啲咁嘅形勢之下，咁你咪降低曬，淨係純粹係中國係你嘅市場嗰、那個民生青少年嘅，同埋做中上價嘅嘢，你要低價你係死緊，你唔夠國內頂嘅，同埋你要小心一樣嘢。他哋偷呃拐騙搶車，他冇成本的，可以知唔知啊？佢接完張單，佢就使還手攞人哋啲貨翻嚟，唔找數噶嘛，所以佢賣到咁平啊嘛，那個殺戮戰場嚟噶，國內啊，你問下啲朋友啊，你都唔明佢點解可以賣得咁平，原來佢咁鬼陰冇成本嘅。些人啲材料翻嚟唔找數噶嘛，佢好好多嗰啲貿易公司，我自己做間廠又開啲貿易公司，就經過貿易公司即係同人哋買貨，些借，些翻嚟俾自己間廠用，咁你間廠咪冇成本咯，啲材料都唔使錢翻嚟，唔找數啊嘛，佢貿易公司唔找數喎，係嘛？
佢好嘢唔學喎，學咗資本主義社會自由世界嗰啲咁嘅衰嘢喎，啱唔啱啊？所以點解有啲國內啲嘢賣得咁平咧？你會百思不得其解嘅。你上淘寶啊知噶啦，哇！大佬真係要成本喎，要人工咁喎，燈油火蠟喎，點解咁平咧？冇成本，唔肯找數，冇材料成本，有啲仲衰到冇人有，連人工都托埋水籠噶嘛，佢又開個第間啊嘛。佢開幾間呢個廠仔啊嘛，嚇死嚇翻生咯，真唔一間一間咯，車輪剪落佢又冇成本，借到當好彩，借到當橫財咯，係嘛？但最大鑊又仲一樣咩事咧？呢啲咁嘅公司仔咧，唔係民間噶，係官商勾結學勾結嚟做啊，大佬，個地區政府啊。即係話嗰啲全部黑店嚟嘅，屌你諗你點做啊？你行入去死得噶！你睇下幾多朋友，幾多翻去喺中國投資，點會損手爛腳翻嚟咧？有啲搞地產喺上海，我哋有個間接朋友咪咯，成棟大廈起好曬啦，要去炸冧佢啦，新聞有埋啦，起好咗炸冧佢啦，上手個政府啊！疏忽咗，非法嘅，話你嗰個攞嗰幅地翻嚟，咁你仲撲街啊？哭訴無門啦！我哋個香港嗰個老土共啊，吳康文啊，做咗人嗰個人大代表啊，兩公婆攞啲積蓄啊，翻去中國起間學校啊，古院長翻嚟啊，第二年翻去睇下，做咗貨倉啊，哭訴無門啦！唔係講笑嘅，你普通人更加撲街。所以而家咧，香港人咧為咗生存，你唯一就係利用佢個 CBA 做中上價嘅日常用品對象，係青少年嘅，佢年年快高長大，一定要買噶啦，鞋襪手巾線，你千祈唔好做嗰啲低檔嘢同國內頂，頂唔到嘅，同埋有名牌合作，其他全部嘥石嘥氣，咁你可以頂到幾百萬人嘅生計。因為香港不嬲都有工業噶嘛，你以前臨到回歸前，英國佬諗住自己散水啦，全部集中曬啫，搞炒高嘅地價、高地價政策啊，靠嗰啲基建古靈精怪頂住個經濟啊，打高曬啲股票啊，喺外國收購佢咪走錢咯，唔通成嚿錢成車黃金搬走啊？佢打高曬股票啊，嗰啲喺外國收購咁啊！咁咪走錢啦，人用呢個方法噶嘛，啊，跟住佢再整個新嘅醫管管理局出嚟，一中英會談之後，咁咪搞到而家，你咪做乞衣咯，一住債，好多錢噶嘛，嗰檔醫管局，佢每年要進口啲歐美嘅藥噶嘛，入邊啲唔入邊啲，所以佢拿住個名物噶嘛，年年都有進帳噶嘛，所以嗰陣時我哋提過㗎，我總之英國人中英會談之後。佢所有做嘅動作咧，你幫佢還原咧就得噶啦，你唔使搞咁撚多嘢。阿茂，你唔信啊嘛？我都離場啦，我點會同你搞好嘢呢？係嘛？等於佢搞個立法會嘅制度出嚟，又開放民主嘅招牌幾撚靚啊！得，我又俾你搞，但我照翻你以前冇糧出嘅。提咗佢噶，我哋好早提咗，喂，我啲檔嘢唔掂噶喎，我鬼佬嗰陣時搞呢、這個搞立法會啊，嗰啲嘢全部冇糧出噶喎，我哋學緊翻佢冇糧出咧就掂啦，冇糧出嘅，有能力嗰啲人咪去參選咯，係嘛？起碼都有啲尊嚴啊嘛，佢食飽飯無憂米，咁為個社會服務啊嘛。咁你嗰啲古惑仔啊、古靈精怪、政棍啊，咁咪冇得走去，唔會去選咯，冇糧出，寫字樓自己打屁，辦公室自己打屁，咁咪冇家嘈屋閉咯。啲人嘅質素好啲嘛，睇咗佢哋噶，唔信啊嘛，人搞佢又搞嘛，佢唔知啲鬼佬招咧好撚毒噶嘛，佢係搞啊，表面以為一樣啊，我有個民主選舉啊，但佢嘅民主選舉嗰啲入嚟啲人冇糧出。你搞緊民主選舉，有個個高薪嘅十萬八萬嘅，咁咪打撚奔頭咯！走去選個區議員都有幾皮噶嘛，
又唔使學歷，又唔使成，係咪？有咩嘢好做啫？學識鬧政府就得噶啦，係咪？嗰啲就係陷阱嚟噶嘛。咁你只要中央嗰啲對有單位咁嘅低 B 幹部，邊喺度有啲咁嘅政治智慧啊？佢最慘咁嘅咧，佢啲建制派都有人入去選啊嘛，有入去選會有人坐咗啲位咧，個又錢分啊嘛，嗰度大領落啊嘛，所以佢就算你講咩咧，佢都唔做就咁解。但你學翻英國佬啦，冇糧出嘅，咁佢唔制，因為自己有份自私啊嘛，啲人啲建制派都討共啊，哇！點解啊冇糧出雞要有糧出啦？咁咪撲咗街啦，咁咪爭。爭位爭凳仔，咪爭到而家撲街，好高深嘅，搞呢啲咁嘅政治遊戲，爭少少嘅啫。就算而家你中國都係嗰啲偷人啲晶片偷翻嚟，你照抄抄咗啫，出嚟爭少少，唔係爭得多嘅啫。但嗰個就畫龍點睛啦，唔話俾你聽。等我哋學法都係啫嘛，譬如我俾盤咒你念，你喺 YouTube 嗰度聽到哇咁多咒術嘅，你係照跟人個音念，點解冇效嘅？梗係冇效啦！你念念下個咒音斷咗，要回氣，你點樣搏呢？你念盤咒嗰陣時候，你要用個咩心態去念呢？咁仲有啲咩前置嘅條件呢？咩以前康熙皇帝、乾隆皇帝？抄金剛經、抄心經都要齋戒沐浴啊，大佬，嗰啲咪條件咯，齋戒沐浴噶。康熙皇帝抄金剛經，焚香頂禮叩頭，擺嗰個香嗰、那個香案喺度啊，仲要一個咩心去抄呢部金剛經啊，所以佢先靈。乾隆皇帝咧就每一個時間咧佢抄一次心經噶。唔係話求其喺度應酬式咁樣抄噶嘛？有啲人打開個 YouTube 咁啊，睇到啲人念咒咁啊，啲和尚又戇居居亂七咁搞，係嘛？又去解釋嗰個心經點解咁樣亂七咁噏，佢識解咩？啲和尚佢識解又見佢唔到噶嘛？阿台友我話俾你聽啊！那段心經你真的解到通透呢，是不可以見到你的。到你見你不到的時候，你 就可以解到了，個人消失了的了。如果你還現到這個肉身的相在這裡，你就是未證到那個境界的。所以你見到人家說解心經那些喊扮吹水，我告訴你，這個是一個比較深奧的學問來的，是見你不到的。 你解通透了那段心經，去到色即是空那裡，你一解到就見你不到，即是說你是徹底究竟能夠做到色即是空，你個人的物質身體就消失了。你不去到那個心身的變化嘅話咧，你就唔明白，就係證唔到一種色即是空嘅功能係點樣。到你一解到色即是空，唔係揾把口解喎，你係證到出嚟嗰個力咧，你肉身唔可以存在。你存在嘅話咧，你又未到嗰個境界，你空唔到啦嘛，個身體點色即是空嘅？你成個色身喺度啊嘛。點識識住空啊？嗰、那個相輔相成啊，即係等於水一定濕嘅，唔濕就唔係水嚟嘅。呢、這個就係簡單舉呢個咁嘅例，水一定濕嘅，唔濕就唔係水嚟嘅。即係你去到識識住空嘅境界咧，你就唔應該有肉身存在。如果你要肉身存在嘅話咧，你就唔係證到究竟。揾把口講，咁啊嘥氣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希望大家俾一啲香港管理經濟嘅朋友咧聽到，香港仲有能力可以再起飛，就係睇下你點樣走去部署，
同埋仲要快添，唔可以慢。但當然啦，我哋都要有歐美國家支持，所以中國搞翻好歐美國家嘅氣氛咧，真係好重要。佢唔支持嘅話咧，又唔同你香港嗰邊合作。美國佬再搞多兩招金融招數出嚟對付你，咁你香港散埋啦，啱唔啱啊？取消埋你嗰啲咁嘅對香港啲，等於而家咧佢整咗個誒話你中國咧唔係發展中國家嚟啦，係好致命傷嘅，取消咗好多優惠嘅。你香港真係要真係獨立一個城市。在個經濟上啊、操作啊，全部都是獨立自主的，就不是或者被人哋砌山豬肉啊，香港想搞個政治獨立啊，一個權力獨立啊，呢些全部柴仔害香港人，害香港的社會，亦間接咧害了中國嗰個政府嗰啲領導人的思維，成日當香港咧係一個反共基地嚟睇去香港。全部錯曬佢官僚，屌你咁撚多解放軍，香港得嗰七百萬人，你驚都嘥撚氣啦，啱唔啱啊？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大嘅障礙嚟嘅，我呢叫心魔。而家中央領導人咧，全部好多心魔噶。鄧小平真係我哋尊重咧，佢嗰勇氣啊嘛，啊全面開放，點解佢唔驚咧？佢點解佢唔驚咧？有嗰種力咧，全面開放，鄧小平佢夠要驚啦，係咪？佢點解唔驚咧？就係爭在呢啲。當然佢有個形勢啦。當然，如果佢再驚落去嘅話咧，佢就知道自己個黨咧冧緊啊嘛。但最起碼佢有嗰個氣魄先嘛。而家啲人冇啊嘛，船頭驚鬼，船尾驚賊，啊，堂堂大領導係咪？一把手。英明神武、偉大的領袖嚟到香港都唔敢過夜，驚到咁嘅係嘛？震過貓王，咪收工啦嚇！而家收工啊！呢啲人收工咁咪講笑。做政治家點可以驚㗎？屌你真係搞笑咩？冇得驚啊！你真傻，你驚就唔好玩個遊戲啦。誒，仲有一個好消息，好多人問我嘅，咁移民邊度？誒，最近普京宣布啦，只要你有入邊。參軍自動俾你入籍俄羅斯啊！唉，唔使錢乜都唔使，你真係報名參軍就得啦。咁你參加做護理員好，做乜好啊？你自己諗啊！途徑嚟噶，即刻發本俄羅斯護照俾你啊！可以當軍一年嘅，係嘛？咁你又再可以搏一搏咯。你唔可以做前線咧，做後勤衛兵都得噶，後勤兵都得噶嚇。呢個係。講笑嘅資料，但有人會去㗎，好多國家都去㗎。最近又有啲啱啱今日睇新聞㗎，跟咗組。而家我哋隔到吉亞富貴，所有俄羅斯啲人咧揸架車入嚟我哋隔到吉亞，個車龍咧排到20公里，呢20公里好長㗎啦。如果私家車個個揸入嚟，咁啊嗰班多數都中產嘅，啊咁我哋啲同學以前。有啲學生跟我喺格魯吉亞買咗啲屋仔，咁啊應該係升水啦，合曬啊個個係有錢嘅俄羅斯人走嚟啊嘛，所以世界瞬息萬變嘅。香港如果利用翻嗰個國內嘅形勢咧，香港係可以重新再起飛，唔係講笑。咁你個特首咧就好地同中央嘅對口單位咧對話，攞咗佢個令箭，咁啊大刀闊斧去做，好係咁先。